们被壁咚了，不是吧？大哥，等一下，这个游戏是这样玩的吗？你确定这不是 bug 吗？我出不去了，不是啊，救命哦！大家好，我是喵哈，我们很久违的没有回来我们的萨达，对，因为今天最近频道刚好就遇到一些东西要做其他的影片，又加上遇到施工，所以就延后了萨达，没想到一拖就拖一个礼拜啊，我刚读我的案件应该全部都忘光了。好，那但是我有一点印象，我们应该是要传个新的迷宫吧。我可以回去吗？刚那个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是档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我会。来，看他怎么打。他只移动位置而已。OK，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无视他。右边有个大象，也太多大象了吧。 OK， 啊，有了，看到了，好像要蓝色我们才能过。等等，右边这是什么东西？还是我们要换炸弹？有，炸出东西了。好暗哦，这里是忘记开灯了吗？哦，开灯了。啊，就只开一下，为什么？怎么办？我们该再浪费两个粉吗？我觉得先下去好了。喂！等，我看一下，我先把我的那个道具调好，不然会出事。哇塞，这是什么呀？走喽！不知道怎么过了。这个故事是不是告诉我，我未来想要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必须要先把蓝色按下去呢？不是吧，大哥，我还要回头哦。好了，好像它的规律还好，只是看起来很吓人而已。OK， 我觉得我们先去切蓝色好了。不对啊，我们切蓝色，我们是要怎么过去啊？啊，这个，这可以，太重了，好吧？我还以为，它这里写一个壶，难不成我们要去拿壶去打它？啊，不行啊，壶就没了。原来如此，因为这边真的卡太久，所以我稍微去查了一下，就是总之他要放炸弹，然后我们这样就可以去过了，烂透了，谁知道啦。啊，可以过了，我好开心哦。啊，这边知道怎么过啦。他被麻痹了。不是啊，那另外一只要怎么消灭？可以耶，用弓箭哦。可是我好怕浪费我的箭，我们还是先换这个好了。有宝箱，可是我有钥匙哦。完蛋了，太久没玩这游戏，都忘记怎么操控了。强力手镯，我们可以举起大象了。我们要举大象干嘛啦？哎呀，好可爱哦！等一下，林克，你的力气怎么的？然后大象就毁了。
哦，我们这次只有耗半颗血，应该算是这次遇到敌人还不多吧。所以他这个会不会是这个意思啊？不行，我觉得带着大象走路真的很可爱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哎呦哎呦哎呦！等一下，大象，你有点胖啊。这个位置是对的吗？有哎、欸。应该还用不到吃血吧。拿到了钱钱。啊，这里也要丢大象。你们怎么什么都要大象？来去吧，大象。哎，这有要开吗？好，没有。怎么都是钱啊？给我钥匙啊！给我地图啊！给我指南针啊！哎呦，好 ，Go。新地方，等，他们好像用弓箭才杀的死。哎、欸，糟糕，有一只杀不死、欸，所以我算是浪费了，刚刚没注意到。哇，那这样先去上面好了。这样拿一个壶，哎，哪来的壶啊？可以开宝箱。鸟嘴怎么办？我觉得那个鸟嘴只会跟我们讲废话而已。这里是哪里？哎，对，我们可以取这个吗？不行，好，不是吧？卡关啦，要怎么走啊？哦，等等，我现在才看到啊！我刚刚很顺的就把啊，你还我瓶子啦 ！OK。哦，罗盘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打了以后，我们可以去打那三只的吧。哦，我们是不是又绕了一圈了？噔噔噔噔，有了有了，两只都干掉了，是钥匙，我都忘记这个游戏有钥匙的东西了，不要再打我了，不要再打我了，很痛啊，大哥。这里也开了耶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哎，举起啊！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，是不是？这看起来绿绿的，你看起来很像是该放在这。请问我这样是对的吗？算了，开宝箱。不是吧？请问我们有轻轻放下去的选项吗？轻轻放下。哦，不玩了，我们先去前面。我们还不能先去前面哦。可以了啦，那个位置可以了啦。完蛋了，要出事了。哇！哦！啊，真的要这样玩哦？不是吧？我要丢了几百年呐、啊，这比透圈圈还难呢、欸。哦，有嘞，门开了。哦，所以我们是被这两个马给关起来，是不是啊？这里有没有东西？哦，这里有东西耶！刚刚以为是装饰品。这他也搂太久了吧 ？Hello， 我的游戏还存在吗 ？Loading。哦哦哦哦哦，怎么出来了？神秘海螺。哎，等等，这个地方不是哦，是我们那个哎玩那个伐木舟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在水下。哦，好险没有要我再丢一次，不然我会呵呵。哎，我们要想去，我想去上面看看，然后发现什么都没有。你不要过来，你也不要过来。啊！哦，好像。可以咯。哦，不是吧，还要用炸弹哦，你很挑哎、欸。哦，浪费一根。
哎，说好的力量剑士哎！啊！果然这个房间是有东西了。哦，地图，我该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到底多大了。地图是这样子吧？我们还有整个右半边没有探索，不是吧？这个地图也太大了吧！我看一下我玩了多久啊？我们已经玩了这么久了，它又这么大啊！我的天哪！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我们要怎么到右边呢？至少我们左边都全部过关了吧？哎，可它这边哎。我怎么没有印象？刚刚这边右边是可以走的哦，真的假的？这边右边可以走，我们应该可以用那个这个去直接回神殿的入口吧？我觉得好哦，对，它右边是可以走的，我一整个就直接左手法则了。这什么？你要干嘛？我很害怕。干嘛啦？我的！干嘛啦？你们的饼干会攻击人啊！我被霸凌了啦！饼干会攻击人啊！啊，就这样。要干嘛啦？我会怕啦，应该这个吧。然后我还有一个小钥匙。欸、对、哦、我都忘记去找猫头鹰哎。我们先走右边好了。哇 ！OK， 搞定。哦，这个房间怎么那么邪啊？我们看一下地图，下面是死路，那我们先去下面。OK， 我不想回来，我想回去啊！救命啊！猫头鹰救我！水晶地板阻挡去路，踏骑上向前行。你在说什么？可以讲中文啊？哦，就是这里的意思吧？什么乳液？秘密药品涂啊，涂到自己身上了。你不要没事拿药乱涂在自己身上，我觉得很恐怖哎、欸，林克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走这，我们先往上走吧。啪啪，你要干嘛啦？哎，不。哎呦呀！吓死我了！太多蜘蛛了吧 ？OK， 拿到一个钥匙，来往上走看看，有一堆史莱姆。不是吧？又要用我的炸弹？炸弹要没了啦！哦、好吧，炸弹其实好像蛮多的。哎，这次都没有用到钩锁哎。好了，有了，有一个那个小怪用得到麻痹，麻痹钩锁。打王是小 boss， 他看起来好蠕动哦。你要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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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怕啊！我被壁咚了，不是吧？大哥，等一下，这个游戏是这样玩的吗？你确定这不是 bug 吗？我出不去。不是啊！救命哦！喵！哎，可以抢他的球哎！哎，你不是要球吗？给你的！啊！他好可爱哦，尤其是被追的。是哦，对不起，你不开。
好可爱哦，他好可爱哦，这是我觉得大概所有的那个打 BOSS 中最可爱的一只。我看一下，我们应该还没有需要回去吧？对，我们再往上走看看。这么安静，我很害怕。为什么都是？我们是陷入无限回圈了吗？哎，真的耶，好酷哦！我往上走，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再往上走，然后我们就回到这里了。怎么办嘞？到了，他的脚下。我可以带着大象走吗？可恶，大象嘞！哦，我的蛋。OK， 擦，刚刚脚有点痒痒的哦。要干嘛？是那个会打人的饼干。好，我知道他一开始就要我们先躲好。哇，他底下都动哎，有一种被虫王打的感觉。我记得我对我们有一个钥匙。OK， 那里也有一个钥匙。不是吧？我要算好我现在跳跃力是多少啊？我不知道我可以跳几个哎、欸。OK， 三，所以一二三这样子，嘿，嘿，嘿，好过了，冲啊冲啊！又要拿大象，我的妈妈咪啊！我走哦，是这里。OK， 等一下，我知道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，我会。可是这个好麻烦哦。啊！有了。不玩了，这游戏是什么游戏啊？我在哪里啊？我是谁啊？我到底在哪里啊？总之先走这个吧。OK， 我们要宠池啦。哦，我都快忘记有冲刺这一招。是兔兔，忘记兔兔怎么打了。完蛋，我真的忘记兔兔怎么打了。我们可以拿锁链。OK， 拿炸弹吧。我觉得应该是炸弹吧。我真的忘了。啊，对，去下面哦，下面感觉比较。小哦，对的，要换炸弹，这个我记得是炸弹，它浪费了我非常多的炸弹，我印象非常的深刻。我是放在他身体里的、啊，往后啦。不要吃挑食，不吃，你为什么？哦，有吃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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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，你给我吃哦！你们已经浪费了我十几颗炸弹喽！小心你消失了，不是吧？哦，还好还有一只小精灵。
姐哦，哦，这个大姐很顽强哦。OK， 左边的路是我们那刚的水道的路，我们先稍微看一下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会。天哪，他真的是什么道具都要给你用上哎。太多瓶子了吧！嗯，什么意思？打不开？猫头鹰告诉我，狐环宝物，以物击之，方可打开。OK。为什么啦？哇，是 BOSS 房间钥匙耶！哎，不是吧？我们该不会回不去吧？一定要用那个吗？笛子，一个被霸凌的游戏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位置。哦，对，是这里没错。好，啊吧吧吧嘎吧吧嘎。为什么要逼我？请问我刚刚做了什么？哦！哇哇哇！我的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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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Hello， 是在 Hello。我知道史莱姆，啊！他这三个脚长的史莱姆啦，白痴哦！哎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是要切换弓箭是不是？为什么这个都完全……哦，我被关厕所了。Hello， 哎，这里锁住啊，因为我要把他打死，是不是？好麻烦哦。哎呦喂啊！不是吧，大哥？原来是奇怪椅子这样用。不要不要，我不吃钱啦！啊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啊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 ？BOSS 房，太累了吧？你要干嘛啦？哎呦，那个地板看起来，耶！提示：我对叉叉最头痛了啊！不小心说溜嘴了。该不是要拿炸弹吧？哎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这个应该是叫炸地板吧？哎呦！哎，我的炸弹一直被他用掉啦！他怎么被位置一了？哦啊！我的炸弹！也只要换哪？啊不！有有有炸到！哎，还要几次啦？快逃快逃快逃，这样我的炸弹就不会有事。哦，砸鼻子鼻子炸鼻子炸鼻子。我又要说溜嘴了。风雨醒来的话，一切都会消失的，这个岛上的一切全都会消失。我说真的，依依。他的脸部好狰狞。哇，这个 BOSS 大概
是我碰过最轻松的吧。哒哒哒哒哒，行之隆起，耶！又有什么东西？三角铁吗？哎，它是叫这个名字吗？珊瑚三角铁，好、哦，你硬要加一个珊瑚，叮叮叮。太 fashion 了吧，这个声音。山在山上呼唤着你，山在山上，所以山它在山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结束了。臭猫头鹰，你可以直接带去找风雨吗？干嘛啦？怪物畏惧着风雨的苏醒，怪物的力量是真实的，想必他们终究支配整座岛屿，消灭阻碍他们的人，这也是迟早的事情。请前往山塔，像鸟儿般展开翅膀。我看起来像是有翅膀的人吗？呜呜呜呜！我怎么办？我觉得搞不好猫头鹰才是最坏的人。刚刚怪物跟我们说，哼，他风雨醒来的话，一切都会消失。然后猫头鹰说啊，那个因为那怪物想要支配一切了，所以怪物才不想要风雨醒来，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啊，一切都消失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会不会猫头鹰才是最坏的人？这个游戏有这么黑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萨尔达应该也花了非常久的时间，因为我想说要把它弄在一集里面，就是我们今天把这个脸孔脸的那个地下。迷宫，完蛋了，我的词都不会用了，我把它破完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是要去山上吧？好，那就交给下一集的喵哈，下一集的喵哈打开保证忘记要干嘛。那就先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萨尔达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，那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大家拜拜。